菱角泥做成饮品，分享出去，大家还要续杯。菱角味，刮出来要先烫。甜甜的，然后冰冰，很好喝，有菱角泥的感觉。甜淡滋味，这是关田菱角的独家口味。菱角拿来吃，菱壳也可拿来用。消磨时间呐、啊，那小孩子拢大汉呐。啊，无做这进前是。一出啊，七头啊，英英美袋子一出。做这个觉得也很有成就感呐、啊。第一也可以运动，第二又有薪水可以拿，这个真欢喜啊呢。因为瘦了两三公斤，所以能够真正一减二个，啊，忙拉减四个。我来个行。农民有了事业第二春，菱壳的附加价值用途多多。对有军队来家做这個，晓啊，较袂时间较袂过得较紧啊，太无聊。把这样子的工作机会让地方的这些中高龄失业者来参与，菱壳摊再拿去开发其他的产品，无形中也减少其他产品的内料的添加，那也是减少 CO2 排放的一个概念。菱壳烧成生物炭，也可进一步加工，做成除湿包、除臭香氛包、多功能口罩、领巾、环保零碳杯等。从餐桌再回到产地，改善土壤，净化我们的水质，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友善耕作。从上游到下游，年长者到年轻人，将菱壳变乌金，终于解决农废，又可帮助就业。大新闻微宣曾瑞平台南报道。